多谢老师救命之恩。他天生虚寒，这些年也没有好好治过病，他内脏骨髓里也不知蕴积了多少阴阳气息。幸亏他遇着了机会。 拜了魏光明为师，能汲取昊天神辉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本来就是个病殃殃的姑娘，结果被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主子带着他去跟夏侯打架。夏侯那么容易杀吗？他为了要助你，那夜就在山崖上。 大放光明，瞬间就耗尽所有的昊天神辉，他体内的阴寒气息就趁机出来造反了。那可怎么办？瓦山盂兰节将起，烂柯有一苦修名为岐山，他将会开炉会客，你们赶去瓦山。 把桑桑交到小岐山手上，世间也只有小岐山能救他了。何况小岐山也是世间少有的大德，你们去一趟，不管是对着小丫头还是对你，都会有好处的。老师，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必须在小岐山洞炉前那棵树。 最后一片叶子落下之前，把桑桑交给岐山。我去，我马上去。切记，洞炉前最后一片落叶。是，老师。 福斯啊，你可真愿意给老岐山找麻烦。